干光拿你脚，哇！这卡防死哟！三杯人，三杯人，好离远。三杯人就好离远啊嘛，系嘛？有冇办法可以怼死三杯人啊？唔得。神秘人，你准备得嘅？想杀咗神秘人？好白痴，我都唔知揾嗰个咩费塔加入嚟把鬼，玩完佢之后出得一场，我都唔怪之个样咁核突，即系冇咩特色啊！即系一阵就死完啦。神秘人又会讲啲古嚟，点解一部车咁重要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因为同盟啊，会令你更加强，即使一只狗啊，可能佢救咗你条命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你将你嘅忠诚度用喺一个死物度，我同佢揸车，我去划过寂静之地，然后啊，去我行嘅路，你信车啊？多个人啦，我哋有好长嘅路再行噶，我哋再睇深入啲啊！哇，喷啲口气过嚟，咩啊？暴加是但啦，咩都加下啦，反正咁多四十几嚿啊，乜都加。仲有廿八廿几嚿，系咪可以全部加晒？吓，咁鬼劲咩？原来我玩得咁犀利，我一路冇升呢，原来系咁样。黐孖筋。我一路冇升呢，让电脑半臂。啊，点啊？最后一嚿是但啦，就咁啦，差唔多啦，求鬼期啦，反正呢啲我都系乱咁加都够。好、哦，又升咗啲咩圣人等级啊？已升咗啲声望值嘅 ，reluctant 声，不情愿嘅声人，有冇咩声啊？哦，装落啲子弹，有啲新头，呢个几靓嘅，有。头巾 ，Billy 拳王哦，车又冇咩整，避震，最强避震，原来加避震，若我一路冇整避震，系会令到架车 handling 系劲啲喎，吓、啊，低能。跟啲装饰物都会有影响，你睇下右边啲数值系会有影响嘅，即系唔知装啲咩嘢又会劲啲，有啲会扣速度啊，有啲咩好复杂咯，所以你整呢车，好，差唔多啦，今日都喘咁耐气，喘完未啊，大佬啊，啊？哦，要自己喐嘅，原来系，如果唔系佢又会一路喘你喘你喘你，呵呵呵呵呵，升下盘，唔使啦，而家都好劲，而家都冇嘢可以再升，而家都，啊，咩你个人废，啱啱点解我玩到个车咁难玩就系我一路冇升过嗰个咩避震，所以先咁鬼难升，所以先咁鬼难
炸新绿嘅呢个头巾护目镜，好劲啊！今日打死咗大佬，满载而归。同埋 Vman 差唔多完咯。今次咧呢篇文咧就有一位叫做希家嘅人写嘅，佢话咧饮抽湿机水潮文，那夜加班迟走了，正好给我一个机会往 pantry 试试咧抽湿机抽出嚟水嘅味道。我喺工厂区入边咧个饭堂咧借嚟咗一个纸杯，睇到唔错，下次可以再嚟试试。不过今日嘅主角咧，是那个抽湿机水伤水，只好你忍心作罢。去到 pantry 打开了运作12小时的抽湿机，用力在隔层膜呼吸了一口气，是 smelly 的。不过呢，我早就知道这个是隔层膜独特的味道，早已见怪不怪了。我在抽湿机提出储水箱，扭开箱盖，流出清淡的水，比想象中有点不同，有少少失望。我用工厂饭堂借嚟嘅杯咧装水，等咗一阵，我轻轻摇摇杯身，想不到抽湿机嘅水竟然亦有挂杯嘅效果，实在令我惊喜。喝了一口，有的是气氛，跟晚上11点仍在 OT 嘅情调平分，味道3.5，环境2分，服务4，卫生0，抵食5，交50分。总之就是讲话嗰啲抽湿机嗰啲水啊，超臭嗰啲咯。通常就系戴定头盔，大家千祈唔好饮啊，肯定系有毒，肯定饮死人啊，千祈唔好饮咯。但系抽湿机啊，不嬲嗰啲系劲霉、劲噏、劲臭，不嬲都系咁样嘅。准备跳楼啦！哇！哇！打死啊！打！迟死啊！打落挂滚咩地葫芦啊！大字型摔落去啊！咁啊，差唔多啦，明天再见，系咁先，完。